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刚才为大家测试的计时死亡吃死亡，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计七死亡吃死亡。哦，一样，就是用史莱姆王吃史莱姆王。哦，不要，对，不是吃死亡。好，哦，我们看一下，我现在这个账号打的还 OK， 15、25、19比刚才那个多一个，所以这一只刚刚计时吃加2而已嘛，这个加3就满足了，好不好？当然是计满嘛，计满好了，不要说加3，到时候真的要加3。现在是计7嘛。非常好，超级强好，不过跟我要吃的没什么关系。好，这个就有关系吧。哎，对，很好，加一就不错了。因为平常在练史莱姆就有感觉，五只吃下去就不一定会生了。超过计时好不好？十，没有9，好，再来，之前第一次吃的时候那一只也是计7，这时候是上计10，看一下现在是9嘛，我有一种感觉现在要变11。十一，好了，80多了，总不可能现在变14吧？14这运气要非常好，超神秘。3，啊。果然差不多哎，大概18至19只，大概升3级左右，都差不多。好，以上是计7吃19只的测试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